今日介紹嘅樓盤就澳南十灣下，由將軍澳港鐵站步行5至6分鐘嘅路程。發展商匯德豐入伙大概3年半，依個內園景，環境清幽。咁我帶大家上去睇睇啦。大家好啊，我哋而家個地產難 Chris 啊，我今日嚟同大家介紹嘅單位就十灣南兩房緊全，實用面積487尺。而家嚟同大家睇睇先。大家入到去見到個長廳，客飯廳分明，方正實用，長約15.5尺，寬約8.5尺。大家嚟到廚房，兩個雙爐陶式設計，明火煮食。咁廁所係浴缸式設計，有浴室寶，玻璃儲物櫃，設計非常時尚。主人房長約9.7尺，寬約7尺，雙床三邊落床，大窗户設計令主人房光線充足，仲有個衣櫃位添。客房4方方，非常實用，長寬約6.5尺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個單位啦，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，可以隨時聯絡，下次見，拜拜。